这角度二号球底带，咱们中低杆中立啊，就能叫到六号了。然后这个角度打六吧，咱们低杆，哎呀，没有位，咱就这么的高杆顶下三啊，顶完以后咱们看看效果啊。看见没？这样的话，三号还能往前走一些，是不是？距离更近啊。那这个球的话，咱一号打不打呢？你们说，一号不打，一号不打，那这么的行不行？你们看我这思路啊，打四叫七，七上来叫五中带，五号一推叫三，三号一定推一，然后黑八中带。行吗？你们说行不行？我也干了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简不简单啊？这就是我的一个分享思路啊。然后这时候高杆一推吗？对不对，老铁们？这时候还是高杆啊，高杆推的话，黑三号能走得细一些啊。漂亮，这球。有点后斯诺啊，但是不影响啊。你准你怕啥？那么这球刚才我就说了，高杆推进，哎，给点右塞，给点右塞，对不对？然后黑八中带，这球虽然说角度有点大啊，但是它射程范，哎，我看看啊，黑八如果蹭一下十四的薄边进，是不是能好看一些呀？这球啊，蹭个边吧，这球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拍段子，你看看这玩意儿啊！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点个关注吧。